嗱，可以出一本書啦，叫《波羅蜜心經》。等唔等？唔夠。阿仔啊！因為七早晨啊，咁多位老細，你都係芝麻。同埋阿泰啊，依家朝头早9:06，咁呢排咧我要剪嘅片都基本上剪得七七八八啦，所以我谂紧究竟仲有啲咩拍咧？我再微辣的一天，今日咧我就将会俾大家睇下我喺微辣做嘢如何忙碌嘅一天。有少少攰，寻晚剪片剪得有啲嘢，我呢几日剪片剪得有啲。好啦，唔讲其他嘢啦，我其实仲乜都未准备嘅，我今日要影相啦，同埋转头拍卡特嘅一条搞笑片，咁我就嗱临准备执好啲嘢出门口啦。不过好彩今日咧，我算系早起身嘅，所以我相信今日咧就应该唔使搭的士嘅。早安，小猪早安，朝头早。几味啦？系冇人嘅，原来。早晨啊 ！Good morning。这太猛了吧！一大清早的。要拜神呐、啊！哇，这个能拍吗？哇呀！太早晨啦！我操！早晨。喂，我先仲以为公司冇人，果然你哋系最勤力嘅人。梗系啦，我唔系我哋想勤力啊。点解要 call 咁早啊？六七。菠萝已经入紧戏啦。我平常公司咧都要佢呢个份。所以今次你对于呢个角色系非常之得心应手。啊。喂，菠萝可以出张 sofa， 好舒服咁样坐。方微辣。新產品條生產線又諗到，係啊，菠蘿 IP 嗱可以出一本書啦，叫《菠蘿蜜心經》。等啲蜜球，出個鮑魚菠蘿包，菠蘿的南海啊，菠蘿海，菠蘿的海。我發覺咧，即係睇片咧就覺得係，即係佢撈一個咧係會講呢個 gag 嘅，但我覺得依家係已經蔓延到全公司咧，特別係 Alex 咧係已經我已經有超越嘅感覺啦，已經開始。我師傅 Jacky 哦。我呢件依家换咗转头要拍片用嘅衫，因为系零糖嘅，所以我着到全黑。呢件衫好似有啲飞钉喎，笑架大格仔啊，记得我系大格仔啊。他的衣服好像有点小紧，有点像那个米其林轮胎的那个。莫妮卡找莫妮卡的米其林轮胎，米其林轮胎有点自信。喂，师傅，你今日嘅老板 ，Hello， 先生，成功，老板专业喎，呢排最 hit 你喎，你各种 meme 图都出现喺呢个网络上面喎，浮云嚟，浮云。牛郎对，牛郎，洗过没有的？洗，冇洗，一定冇洗。大佬，龙晨，你卡啦！我惨了，广告我没有广告了。我先对住，我对住卡夫哥话：喂，早晨啊，卡特。就卡夫就，六晨，小猪在忙吗？小猪，能帮我把笔盖拔一拔开吗？抱歉。对，变个魔术给你看，能拔开吗？啊，谢谢。没错，马卡巴，来帮我爬回去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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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依家咧就已經係10:31嘅，咁就準備拍嘢啦。轉頭依家大家就喺度揾緊劇本，阿成已經入曬戲嘅。你拍得咁唔開心，啲人點解會想仲點嚟我哋殯儀館啊？有錢就做。
緊。依家小豬幫我揸緊機，我今日拍 vlog 其實都係比較突然嘅，所以我哋再次呢條片都明借小豬呢、這個小豬 IG 啊，你要公布 IG 嗎？咁借曬啊，保密啊！我弄個打碼的圖片在這邊。等你啊！我哋一齊睇下菠蘿成為姜 B 的。菠蘿啲頭髮係幾長咁低，但係菠蘿個頭上面一點都冇。你呢個殺量咧，擺喺。Dispatch！你要留到我咁長咩？佢留咗佢咁，先至叫短髮。屌！就係要掟先要食多幾隻。你真係走快啲，我真係走快啲。如果而家唔食，以後冇機會再食。你又話佢病咗嘅？佢係病得好犀利㗎。姜 B 以前都是肥仔，I say I love you。我笑死佢，都上場緊啦已經，好辛苦啊！你唱出嚟就真係有啲唔啱嘅，前面雙層芝士都飲到，你唱出嚟撲街。其實我都係。不會飲唔住啊！我會飲唔住啊！我聽到你哋呼喚，翻嚟！哇，好開心啊！依家墨魚館真係好開心啊！好啦，咁呢條片就拍曬啦，我哋啱先。有條蝦笑。好啦，咁呢条片就拍晒啦。咁我哋依家就准备食饭，然后晏啲晏昼就影相。开饭，开饭。好啦，咁依家食完嘢啦，咁就准备拍嗰个造型照嘅，因为呢个可能就系会放喺微辣官网我嘅艺人照啦。咁佢哋咧就话想拍嗰个魔术师嘅感觉嘅，咁。我就帶了魔術師的表演服啦，同埋最可以代表魔術師的一樣嘢我冇攞，就係、是、副牌。所以依家咧，我就去家聰間房度睇下可唔可以借副牌。依家劉已經換了成套嘅表演服啦，應該係肥咗，開始發福啦。我係慢到。極限嘅，我之前咧著呢套表演服，基本上可以喺舞台上面跳跳扎扎嘅。我依家估計我跳兩下應該就爆胎，所以希望可以捱到我拍曬成輯造型照之前都冇事啦嚇。运动的极限，再喐落去应该就会爆胎。呢个是今天的拍摄道具，咁系戴手，戴手买，即系证明普通叉啊，立两支出嚟先啊。咁我分边一款嘅叉好啲啊？即系戴手系咪特别好嘅？日本制，系单纯平啲。哦，咁样。系穷啊！屌你个閪！Thank you.
啦，咁其實微辣忙碌嘅一天咧就已經結束咗噶啦。咁我相信睇到呢度嘅觀眾咧，可能大多數都係啲已經訂閱咗我支持我嘅朋友，所以咧有啲嘢咧，我就想喺呢度同大家講一講翻嘅。咁其實喺上年嘅今日咧，我都可能只係一個400+訂閱嘅一個 YouTube channel 啦。咁好感激大家嘅訂閱，先至有今日15000+嘅訂閱。咁我雖然知道依家都只係一個開始，啱先加入微辣，啱先學入啲有關影片製作方面嘅嘢。咁但係我想講嘅就係、是，如果冇你哋嘅話，我係連呢個開始嘅機會都冇。雖然我平時訓人咧，就可能情緒波動得有啲大啦，好容易大喜大悲啦。有時候見到啲hater嘅留言咧，都會唔開心嘅。老實，無論係事大事小，可能即使留一句戇鳩都好啦，我都會有啲唔開心。但係亦都令我感到欣慰嘅係，有好多之前可能睇我覺得麻麻地啊，又會覺得份人好似唔點啊，好串咁樣。直到睇多咗啲影片之後咧，覺得好似都唔錯，幾真，所以 follow 咗。咁有時候睇到呢啲留言咧，我都好感動嘅。所以希望喺之後嘅日子啦，可以剪多啲片俾大家睇下。咁就最後送多魔術俾各位，係咁先。感謝曬咁多位老細，我哋下次見，10倍。